今天是男朋友一定要学的波洛尼肠吐司，没有男朋友的请自行动手。我觉得最好的告白就是我给你做早餐呀。我比较喜欢溏心蛋，所以我烤了15分钟，喜欢熟的可以烤久一点。早晨来上一口，一整天都会暖洋洋的，快做给你爱的人吃吧。